首先表明啊，这一期视频呢是做给小白看的，不是隔壁戴帽的那个，是那些第一次听说 NAS 或者对 NAS 的了解比较模糊的人，希望他们看完这个视频后啊，能够快速、形象、系统的去理解 NAS 大概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它最接地气的几个功能，目前的体验到底如何，以及为什么 NAS 会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好，带着这三个问题，我们开始吧。第一问 ，NAS 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是 NAS 的全称啊，我知道你们都会念，但是呢，三个星期后你要是还能记住，那说明你的英文水平啊不是一般的无聊。我们从 NAS 的中文名网络附属存储器，其实就可以对它的作用呢略知一二。可问题是，后面还有3、4、5、6、7、8、9，所以我为了让大家快速的理解这个网络存储器啊，这就需要召唤一只神龟来助攻。没错啊，就是我们的老闺蜜百度网盘。通过两者的对比，让小白形象的明白 NAS 是个什么东西。首先呢，你下载了一个百度网盘 APP， 啊，注册登录后，把手机里的照片、视频资料往上一传，然后你可以随时、随地、随机查看这些你上传的东西。即便哪一天手机不小心丢了，所有上传的照片、视频等数据也都还在网盘里。这些资料其实都被百度存在了它的数据机房里，啊，那里有成千上万块硬盘，而这机房可能在中国西北的某个角落。NAS 啊，就是把这远在西北某角落的那块你存着资料的硬盘搬到了你自己的家里，再通过这个 NAS 盒子连上你家的网络。接着呢 ，NAS 服务商也会像百度公司那样，给你提供连接这块硬盘的 APP 软件，让你呢也可以随时、随地、随机查看你存储的数据资料。好了，重点要来了 ，NAS 区别于百度网盘最重要的点，那就是这一堆为数据管理而生的系统和软件。所以呢 ，NAS 它不是一个仅仅用来存东西的无线硬盘，它是一个自带操作系统和软件的无线硬盘。提供数据的存储、管理、分享的一条龙服务。NAS 服务商就比如群晖啊，它除了卖硬件给你，那就是一个这样的 NAS 盒子，随即还会附送一套 DSM 系统和各种功能插件，来帮助你高效的管理分享数据。这套数据管理软件系统啊，也是群晖能够成为 NAS 行业龙头的核心原因。了解完 NAS 大体是个什么东西后，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来了。NAS 目前的数据管理体验值得我们花几千块钱去买一个 NAS 盒子，然后还要再花几千块钱去买几块硬盘吗？作为一介生活作风十分正派的草民，年费200来块的百度网盘它不香吗？香的，不过呢分情况啊。在信息爆炸的今天，随着大家对智能手机的使用积累，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照片、视频等各类数据，单个体积也越来越大，而且更要命的还不是存储备份数据，而是如何高效管理数据，方便随时拿出来和家人朋友分享。坦白说啊，现在 NAS 产品的价位啊不算特别亲民，即便是像群晖这款入门级的 DS218 Play， 光机壳售价就要1900多，这还没算硬盘钱呢。目前对于数据量不是很大，且对数据紧要程度不算特别敏感的普通大众来说，再加上还不太了解 NAS，这个剁手决策啊，确实很难下刀，所以 NAS 目前属于非常小众的一个品类，企业用户居多。而群晖 NAS 呢，是目前小众市场里的大众产品啊，很有代表性。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以群晖这款入门级的 DS218 Play 作为实例，来看看现在的 NAS 在数据存储、管理和分享方面已经达到什么样的体验水平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个真理啊，除了生物遗传领域，基本都可以适用。NAS 首先的优势啊，就是体现在传输速度上。无论是百度网盘，还是用路由器外接一个硬盘来解决网络共享存储的需求，都会卡在速度这道坎上。大家看啊，群晖 DS218 Play 在上传和下载速度上，可以说是秒杀百度网盘和路由硬盘。速度有了保障之后，带来的啊，就是高效的协作和分享。比如像我们这样的视频制作团队，经常会出现以下工作场景。老板，那个素材发给我一下。好嘞，我也要。OK。这是上世纪的工作方式，
高科技的闪存技术被我们用出一股淡淡的农耕原始味。像 U 盘这样的传输存储工具，有使用经验的都知道，它最大的功能就是用来丢的。自打我们团队装备了 NAS， 工作画面呢是这样的。大体积文件的分享协作 ，NAS 相较其他方案，那真是一骑绝尘。对了，我们公司用的呢是群晖更高级别的这个 NAS DS918 Plus。接着呢就是 NAS 在数据安全方面的优势。这个环节啊，我倒不想去夸大第三方云盘服务商有多么不安全啊，这有尬黑的嫌疑。这个安全，我更想说的是我们自己对数据存储方式的把控力。毕竟这块硬盘就在你身边啊，虽然不是香喷喷，但也是能看得见。是追求极致速度，还是追求极致安全啊？各种 RAID 的模式你可以自己自由选择。这一点呢是云盘服务商啊无能为力的。数据安全还体现在硬盘类型的选择上，比如我就选择了这两块专门为 NAS 而生的西数红盘。为什么说它是为 NAS 而生呢？因为 NAS 里的硬盘一般都是全天候24小时在运转。这对硬盘的考验是非常严峻的。大家都知道啊，硬盘在高速运转的时候，轻微的震动都会对硬盘造成损伤，继而呢引起硬盘读取数据产生干扰。红盘呢采用的是西数特有的这个 NAS Wear 技术，在 NAS 和 RAID 中呢都有不错的性能和可靠性。我做节目在查资料的时候啊，我就看到有人吐槽说，作为家用级别的 DS918 Play 啊，这个盘位少了点，吐的有点道理。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两块14T 的西数红盘啊，家用怎么都够了吧？所以很多吐槽说到底还是钱的事。放到最后来聊的呢，就是 NAS 最大最有潜力的这个优势啊，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环节——数据管理。我这个人呢，好奇心比较重，上至天文地理，下至生物科技啊，左视频右文档啊，这资料一多一杂，如何分类管理和快速查找，就成为了我这最头疼的问题了。我自己一直呢有个五盘位的本地硬盘盒啊，平时随手存储倒是挺方便的，可是哪天突然想翻个视频啊，那就头疼了。当初虽然整理的明明白白啊，几个月后蓦然回首啊，那资料早已灯火阑珊。不知去处了。百度网盘在数据管理这方面和本地硬盘基本是半斤八两啊，就是各种建文件夹，然后区分文件类型，排个日期，一锅炖。群晖牛呢，就牛在这儿，它为数据的管理开发了一堆手机功能啊，比如管理文件的 Drive 啊，可以用来同步各个设备之间的文件啊，类似于百度网盘的体验。管理照片的 Moments 啊，它可以支持人脸识别、场景识别，配合时间线呢，可以非常方便的去管理查找你的照片。再比如管理视频的 DS Video， 它可以让你的手机随时观看你存在 NAS 上的视频，以及管理监控的 DS Cam 和 Live Cam 等等各种不同数据类型的管理软件。在数据管理这条跑道上 ，NAS 已经将所有的存储方案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以上就是 NAS 对于初学者来说最基本、最实用的功能：数据的存储备份啊、分类管理以及分享协作。如果你不想把自己的隐私数据存在公共的网盘上等待泄露，如果你有过存在网盘的软件资料，因为某些原因无法下载回来啊，如果呢你是一个高清影音的爱好者。又如果你希望有天坐在沙发上能和家人开心的翻阅几年前的照片啊、视频啊，我建议你可以开始去了解一下 NAS。 综上所述啊，几千块钱搞一套 NAS 贵不贵？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等到有一天你的数据丢了，或者找半天找不到的时候，你才会有个准确的答案。关于 NAS 其他更高阶的玩法啊，比如 Docker 啊，比如与智能家居的联动，我们以后呢有机会会再讲。这次啊，我没有做成 NAS 的入门教程类视频，是因为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群晖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做了非常详尽、细致、通俗易懂的保姆级教程视频，只要有一点点手机、电脑使用基础的人呢、都可以看懂。有兴趣的啊，建议扫一下，先存着，总有一天呢你会用到的。如果说目前的 NAS 有什么让我吐槽的啊，就是 NAS 的交互问题。NAS 要想进一步走进大众的生活，我觉得问题不是出在价格上，而是如何降低入门操作的门槛啊。对于我们这种公司企业用户来说，为了实现功能啊，什么操作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讲，一操就懂啊才是王道。
现在的 NAS 学习成本还是有点高的。安装硬盘呢倒还简单，几颗螺丝的事儿。接着要下载一个群晖管家，然后呢用它给 NAS 安装一个 DSM 系统，再然后在这套系统里安装各类插件。要想实现随时随地的访问 NAS， 你还要注册一个 Quick Connect。想要像电脑访问硬盘那样访问 NAS， 你还得先去映射盘服。手机端也还要下载安装好几个 App 才可以分类访问 NAS 上的数据，这个整体的交互成本太高了。而百度网盘那边呢，全程一个手机好一个 App， 注册上传再下载，直观便利不费脑，速度慢就慢了。期待群晖能够将 NAS 产品进一步的简化操作，提升交互体验，让大家最关心的数据有一个便利稳定安全的栖息之地。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 NAS会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个故事吧，也算是事故，应该是七八年前的事儿。当时呢，我有个朋友在苹果店上班，这事儿是他讲给我听，说有一天，一位女用户的 iPhone 有点故障，过来店里售后嘛，那我朋友的同事就接待了他。惯例呢，问过用户一些基本的问题后，就开始帮助用户这个排查故障。这位店员虽然是新来的但技术不错，先排查软件，然后再开始排查系统故障，熟练的点开了设置，然后一顿操作还原系统，故障很快就排除了。他非常开心的告诉用户，手机好了。用户也很开心，接过手机操作了一下，小声的问了一个问题，我手机里的照片和软件呢？一刻过后一声嚎啕大哭，打破了尴尬的气氛。后来店长出面表示愿意做一些补偿。那位女用户当场抛出了一个堪比保安三问的终极拷问，手机里的照片和视频是我人生美好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你们删除了我的回忆和未来，拿什么赔？好了，本期品质呢就到这里，我是罗宾，我们下期再见记得点赞投币转发关注，先行谢过。